我们都是客家人嘛，我算半个客家人，然后知道说有这个客家班乐队，我那时候在网络上看到觉得很特别，所以我今天还特别穿了就是古装，就是要圆我的古装梦。You always find me here when the world thinks that I've disappeared. You know just where to look. You know just where to look. And you, you have. 我们今天还特别戴红色的口罩。这一关就是所谓的幸福闯关。我们穿的算是比较新潮吧，幸福镇里展示区，我们现在要来领取我们的六礼。六礼呢，领取有戴比尔项链、纪念证书、度假村的门票，还有手工蚕丝被跟陶艺对杯、奇米礼盒、永安喜饼。结婚证书。他们是网红猎人，在12月25号，2020年的时候，一开始就成为工作伙伴了。今天我们要来个神雕侠侣喽，我们一起幸福飞进会场。Just because I can. The moon awaits the night. The sun awaits the day. 太夸张了，竟然是我最喜欢的戴爱玲。她刚唱了《对的人》跟《千年之恋》，超好听。融在一起了。 I do, I do, I do. Or through the calm and the wind, through thick and through thin, through the losses and